想要购买电屋，却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好的地点，价钱却超出预算，符合预算的发展概念却不理想，寻找理想型的电屋真的那么难吗？其实一点都不难，位于深州的 Frontier City 不仅具备这些条件，还有许多商家品牌也即将入驻。现在就让我带你们去看看到底是哪些品牌吧。 Frontier City 将迎来深北兰州最大的 QDS Premium Center，将可容纳200位学生。标榜着 Lean and Think 教学的 QDS Premium Center 引进了许多前卫的教学设施，以国际化的崭新姿态为孩子们塑造一个优越的学习环境。全马第一家拥有 CEFR 认可的 QDS 创立了充满趣味和探索性的教育环境，极力打造一个超越课堂设置的全新学习环境，让孩子们享受上学的乐趣。来临 QDS 将为每天来往 KL 十人班工作的父母带来便利，同时他们也将成为 Frontier City 每天固定的人流量。偷偷告诉你，我国出名的羽球选手将与 Frontier City 合作，联手配置标准的羽球场、宽敞的场地，为热爱羽球运动者提供全天候运动享受。喜欢聚会聊天的朋友们注意咯，著名奶茶连锁店 Insti 也即将进军 Frontier City， 马上就可以与闺蜜们来一杯全马独创的香水奶茶，配上真奶雪糕鸡蛋仔。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不同领域的商家也选择进驻 Frontier City， 一站式的购物与生活体验绝对能让这个地方成为芙蓉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您是否也想成为我们商圈的一份子呢？马上莅临我们的 Frontier City 销售廊，以了解更多吧。